帮我。这个东西都做个半成品，都没有说把我搅开。人家可能觉得这样好看嘛。这样才好看，没有一点审美。来，第一个给你吃，豆浆鸡腿卷，连个谢谢现在都不说了。谢谢。保姆给我煎的爆浆鸡肉卷，它也不爆浆呢，浆呢？浆在哪呢？哎呀，吃你的吧，又开始挑毛病了。你再过来几天，真是个小祖宗。今天回来的时候还抱着人家宝马姨说，宝马姨，我想你了，想你烧的菜了。现在又这样说，我只是在说他的菜，没有说他这个人。我再说了，我在说想他的时候，我是真的想他。